这是 Niagara Falls 在 Niagara Falls， 然后后面那边，这后面那边远远那个是那个 Horseshoe， 哇，水流是很快哦。这边呢，那看不到，这艺林跟凯源，还有尹林，还有 Garden， 他们在欣赏这个 Fall。哇，这是啥？那一层的 town 呢，都是 Canada。这一层的 town 呢，是 Canada。去那边去一个那个 custom。